你们还有没有印象自己第一次听到龟下咖啡是在什么时候？可能有很多人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是呢，龟下咖啡它首次的公开露面就给整个咖啡市场造成了一次不小的轰动。那是在2004年的 BOP 最佳巴拿马的咖啡生豆的评选上面，一支以前好像从来都没有听到过的名字龟下进入到了评审的这个视野里边。它优质的这个酸甜的果汁以及花果香气一下子就在这次比赛中脱颖而出，一举拿到了当年的冠军，从而呢打破了当年的竞拍记录，是每一公斤$770，成为了当年的黑马。到了今年的2024年的 BOP 的冠军，龟下已经飙升到了每公斤$10,013，这是一个天价。那这个价格你们怎么想？反正这是我喝不起的龟下。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咖啡比赛，从2004年的 Tim Vanderbilt 用龟下在意大利的迪利亚斯特拿到了咖啡师的冠军之后呢，那每一年的咖啡赛场你都能遇到龟下的身影。离谱的是，今年2024年的 WBC 的咖啡师大赛的前三名，全都是使用了巴拿马黛布拉庄园的龟下。同样呢，首冲比赛的冠军也是使用来自埃塞的龟下，那简直就是离地原上谱。那龟下咖啡就好像是咖啡比赛选手御用的豆种一样。那我想大家已经开始好奇甚至怀疑，到底是什么样的魔力能让那一个咖啡品种拥有这么高的热度。那我也很好奇甚至很冲动，直接呢把哥伦比亚圣洁庄园的这一小撮竞赛级的龟下给包了下来，带你们看一下。哇哦，非常的激动啊，我们刚刚收到了这一批赛级龟下。大家可以看它真的是非常的细腻，我也很期待这一批的赛级龟下它的一个整体表现是怎么样子的。我们稍后会用样机测试打样来做几个曲线，来调整出来一个最佳风味的一个曲线。通常来说，这些竞赛级的龟下它的特别之处呢是微批次的处理，那比赛选手会亲自的去首选这些咖啡果，那首选完一批了之后呢，这些咖啡果可能就只有几百公斤，然后再将几百公斤的这些鲜果进行一个单独的这个批次的微批次的处理，最后能得到的咖啡的生豆可能就只有几十公斤。所以说我也非常期待这支赛级龟下它的一个表现能带给大家什么样的口感。那首先介绍一下哥伦比亚圣洁庄园。那这个庄园呢是被很多比赛选手青睐的庄园，曾经在2020年的首冲咖啡比赛上面呢，前三名冠亚季军啊全都是用这个庄园的咖啡豆。那这是一支传统日晒处理的咖啡豆，那它的海拔呢在1700米到2000米。经过我们的烘焙测试打样杯测了之后呢，我发现它的口感呢喝起来是非常轻盈活泼的，风味呢就是那种典型的小白花的口感，像茉莉花、蜜瓜、凤梨等等这种酸甜的质地。那之前呢我有在几家很不错的精品咖啡馆，他们的菜单上边就有点过这支咖啡。你像98块钱一杯的咖啡，虽然说也不便宜，但是呢我觉得非常值得体验。那不过今天呢我们也把这支赛级的龟下豆烘了出来，大家也看到其实这支生豆非常的稀有。那但是呢我还是想让大家用比较平价的价格喝到这支赛事级别的咖啡豆，也希望能带给大家一些很不一样的体验。喝过之后呢大家也可以回来反馈一下你喝到的这支豆子如何。那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